这个莲藕拌骨汤排骨先尝一下，这是莲藕，去油白菜，莴笋肉片，肉泥，今天就做这个，中午就吃这么多，真是真饿，洗涤他的灵魂。哎，这个土豆泥，土豆其实就有很多的淀粉，然后大家就会说，哎，你吃淀粉这样怎么就长胖啊，对不对？那你不吃了淀粉，怎么有力气减肥呢？假装是肉片吧。金金娃娃。什么叫金金娃娃？什么金金？问一个厉害人，他会告诉你。豆粉，就是听音乐、按摩，出来的猪肉，切过鲜肉啊，串串。人有一个习惯啊，就是摸串的时候自己喜欢，但是又不是在吹。接下来不行了。